哎，嫂子，你在家啊？嗯，小丽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事倒没什么事哦，就是最近手头上有点紧。手上紧干嘛到我家来说啊？刘三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想找嫂子借点吗？小丽，你借钱要干嘛？嫂子，现在不是天气热了吗？我想借点钱买两条漂亮的裙子穿。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就晓得坐在家里买两件衣服还要来借钱，你自己不会借账啊？哥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，等我老公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了，谁还没有一个急用钱的时候啊？顺便嫂子，你借不了？小丽，你想借多少？嫂子，借500块钱就可以。那你等一会儿，我去拿。好，小丽，刘胜杰，你说了。小丽，钱给你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老公在外面做事也挺辛苦的，你不要省着一点花哟。好好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嫂子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。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留在这不吉利，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爱上你。上一次我想看见你，屏住了所有的呼吸，我怕你走错了轨迹，多了心跳的了了心跳。你这是个你怎么给我把这黄瓜拿去卖？拿去卖反正也卖不了多少钱，你不是喜欢吃那个腌制的臭黄瓜吗？我把它全部腌起来多好啊。那可以啊，那我帮你一起切吧。不用洗，那你衣服都湿了，你赶快去洗个澡吧。好啊。跟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也不不吉利，我想再靠近你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都能把我想起。闭上眼，我想看见你，屏住了所有的呼吸。我怕你走出了黑夜，看了心跳的了解，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我不希望我一直不是你。如果不再做了回忆，会在你我所有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。妹，你这礼拜又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还没来呀？他去拿快递去了。我想再靠近你。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嫂子，你知道我刚碰到谁了不？碰到谁了？我碰到小丽刚从麻将馆出来，看那样子好像又收了钱了。不会吧，他不是说他去买衣服的吗？还说不会，我亲眼看见他从麻将馆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青妹，你看你，我叫你不要借钱给他，你偏要借钱给他，你看他是不是拿去买衣服的？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吃饭吧。青妹嫂子，你的嫂子呀，你看这朵花漂亮不？这是我女儿送给我母亲节的礼物哎。哎，是挺不错的，想不到他小小年纪还会做这个送给你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那当然了咯，这个还要你说啊？母亲节你女儿都没有送你礼物啊？谁说没礼物啊？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哇，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刘三，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？还有呢，爸妈也来了。真的？嗯。爸妈，谁们来了？啊，来了。累不累呀？不累。我们到里面歇会儿。好吧。妈妈，你的怀抱
我一生的羊羔。我来，你去抓再吃。好吧。这个一份味道。原来是这样，有了你，我才明白，明白谁敢负气是天涯。何必泪眼暗疮疮疮过西风。西妹，鸡蛋剥好了，今天弄这么多菜呀、啊？是啊，你去烧火吧。好啊。前世的爱，唯有你的爱，是完美无瑕。前世呀，几转命运的繁华。天之高。我曾想起了妈妈。你那个好漂亮呀，你那个也不错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那赶快请小来吃饭吧。妈，等一下，母亲节快乐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女儿，赶快进来吃饭吧。春花。妈，手过来。手过来不是啦，拿过来喽。哥哥我有了，你是干那啥不得买呀、啊？还给我买？女友是你的了，这是我一点心意了。妈，这是我家的这个家里来，从来没给你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。你看你把零幺三养得这么大，现在还要给我们带孩子，你年龄这么大了，还要为我们操心。我买一点这个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？是哦，妈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心里的一点心意了。你还有三个亲妈的要用，又不用一个。妈现在是你爱我一，愿包一点心。有你的爱，我交给了他，让他又想起了妈妈。